来，我要看来这题哦。麻烦你把这题化简。那化简的时候，老师第一强调哈，麻烦你怎么化简？把每个数字化成最简。怎么说？就好像这边写八，这边写四，请八和四都是谁化身？都是二的化身嘛。那这边写三，这边写五，这边写十五，十五是谁化身？十五是三乘五嘛。所以说你这样看起来这边是八，感觉好像一样，又好像不一样，对吧？ 所以说这些做之前，干脆把所有数字化成最简。怎么说？你观察一下这边哈，因为这整个多少几次两次嘛，所以八要两次，三要几次也要两次，对不对？那其中你看一下，其中八是二的几次三次，次数对次数内外相乘，所以这边可以写二的六次。那这边写三几次两次，看行不行？这也是一样。 这两个都要三次嘛，所以说这个是三的几次三次，这个是五的几次三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看什么叫十五，十五可以分解成三乘几五，所以说十五可以分成三乘几五，这两个都要三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五可以拆成三的三次乘上五的三次，行不行？再看四，四是二的几次两次。 次数内外相乘变二的六次，写到这边的时候麻烦你好不好 ？OK， 把开始把这样整理一下，行不行？怎么说？你看这边，这边是二的六次，二的六次是刚好约掉，好不好？这五的三番，这五的三番是刚好约掉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哈，所以剩下几，剩下这个三嘛，麻烦你把它合并好不好？相乘次数相加，相除次数相减。 算出来是三几次？四次，这样行不行？三二四十四番，算出来是几？81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